搞定做好走。Chairman， 你死在边啊？究竟我死咗去边呢？查实大家有冇谂过，你死咗去边，都系一个好有意义嘅问题嚟呢？我们都渴望人生里面可以有长久永远不变的关系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关系常常都有很多的问题，有很多的缺陷，就算不是都不能够永远不变。世界上面唯一可以持续到永恒而且完全的爱，就是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，他所指的是我们可以藉着他去跟神建立永恒爱的关系。我哋想花少少时间去问一下一啲同人生有关嘅重大问题。你嘅生命可能仲有368000个钟头，我哋想花少过24个钟喺启发呢一度，同大家一齐探索人生嘅意义。伙计埋单啦，唔该。